到这个岩岛神社，真的很漂亮啊，整个橘的。现在是退潮，所以你现在看不到水。如果涨潮的时候，整个神社是在水里面，就更漂亮。这是岩岛神社，因为他们在前面走。你看，我觉得很漂亮。这整个在水里面的话，的感觉很漂亮。早上涨潮的时候，整个神社是在水里的。Janice。屁屁，好漂亮。